这不是保护动物吗？你也敢抛？大家放心，这只不是啊，它的学名叫尖头斜齿鲨，俗称小白鲨，是养殖的，而且可以食用。我呢也是从正规渠道获得的啊。鲨鱼呢有很多的神秘之处，今天我一条龙服务，有很多的镜头呢都是我今天首次公开。兄弟们，帮老郭露波炸，咱们开整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外部特征，先看牙齿。鲨鱼的牙齿是齿轮结构，交替生长，共有5到6排。第一排牙齿工作一周后立马下岗，第二排上岗，就这样一直循环，一生中可以更换数以万计的牙齿。来，有多少人认为鲨鱼的皮肤是有沙子的？出来打卡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鲨鱼之所以摸起来有沙淋淋的感觉，那是因为它独有的皮肤器官，称之为盾鳞，表面布满了许多细小齿状的凸起，这就是盾鳞。盾鳞会朝着一侧方向生长，并能够吸收一层水膜，以减少水流的阻力。盾鳞与它的牙齿属同源器官，结构完全一致，所以你顺着摸就像丝绸一样特别丝滑，要是反着摸就像沙子一样。这5个开孔就是鲨鱼的鳃，称之为鳃裂，海水会通过鳃裂的摆动从中获得氧气。鲨鱼的眼睛和鼻子分别长在头部两侧，眼睛视力较差，可以说是一个大气泡，但是它的嗅觉非常发达，可以嗅出水中1/1000浓度的血腥味，鼻腔中密布着嗅觉神经末梢，并且脑部有非常发达的嗅球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一对嗅球。说到感觉器官，就不得不说它神奇的第6感觉器官洛伦茨夫妇。看见这些小黑点没？这就是洛伦茨夫妇。夫妇的结构是一个透明的囊状，里面是晶状的胶质，这种胶质会根据外部电流的频率和强度触发大脑触突反应，触突激发可根据电信号的强度判断出距离的远近，就像雷达一样，所以鲨鱼会捕获几公里外的猎物。鲨鱼头部这些蜂窝状的小孔里装的就是虎腹。我们再看一下鲨鱼的鱼鳍。说到鱼鳍，大家在脑海里面所浮现的肯定就是奢侈的鱼翅。鱼翅就是由鲨鱼的鱼鳍去鳞后制作成的干制品，水发后就是这个样子。鱼翅的营养其实没那么高，除了一些胶原蛋白，剩下的没啥玩意，而且含汞一类的重金属，对身体非常的不好，也没什么味道。你看鱼翅的刺体和粉丝没啥区别，可能还没有粉丝好吃呢，所以吃鱼翅的人不如吃点粉丝。在这里我也呼吁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，请不要食用鱼翅。来，小伙伴们，请把这句话打在弹幕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鲨鱼的内部结构。黄颜色这个部位就是它的肝脏，肝脏中含有大量的甘油。鲨鱼没有鱼鳔，甘油会产生一定的浮力，起到一个鱼鳔的作用，但是这个作用不大。鲨鱼在水中的沉浮主要还是依靠鲨鱼不停的游动来实现的。胆囊在两个肝叶的交汇处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胃，红颜色的是它的脾脏。我要重点说一下鲨鱼的肠子，肠壁上有很多的褶皱，不同的鲨鱼肠子的结构是不一样的，除了卷轴状的以外，还有螺旋状、蝶瓦状、套叠状，因为它们的肠子都很短，这些褶皱就是为了增加它的消化面积。注意看，这个位置长了一个小球球，这个小球球很像人的阑尾，叫大肠线。这个囊状的部位是它的子宫，说明这是一条母鲨。重点来了，很多人认为鲨鱼没有肾脏，排尿是通过皮肤来完成的，这个说法不正确。这就是鲨鱼的肾脏，在脊骨两侧，虽然没有独立的膀胱，但依然可以通过中肾管进行排尿。因为体内没有存储尿液的器官，更多的尿液会随皮肤排出体外，可以说是行走的大膀胱。这是鲨鱼的心脏，拥有独立的心腔，红色的部位是心室，两侧透明囊状的部位是它的心房，条状的部位是它的动脉圆锥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大脑，打开天灵盖，前端的是大脑，后端的是小脑，这是脊髓。重点又来了，作为可食用鲨鱼该如何处理呢？先去鳍、去头、去内脏，鱼肝和鱼肚是可以吃的啊。下一步就是去鳞，用开水烫10秒就行，过凉后用手这么一抹拭，看见没？这就是炖鳞，所谓的沙子，没得吃。正确的做法是收拾鱼之前先去鳞，我这不是没有鱼了吗？用的就是解剖这条。处理好之后改刀成段，鲨鱼适合红烧，能够压盖住鲨鱼肉的异味。红烧每个人都会做，放点葱、姜、蒜、大料瓣，爆个锅煎一下，然后烹料酒、酱油，加水，放点醋去去腥，老抽调色，多放点糖，很简单，这不就做好了吗？来，咱们奢侈一下，尝尝味道如何。感觉还是有点骚气的，因为这个鱼吧，我到家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反血水了啊，但是还没到坏的程度。
这个就不给粉丝吃了啊，我来码码味就行了。吃。怎么说呢哈，你说香吧它不香，嫩吧它不嫩，鲜吧还不鲜，就感觉没什么特点啊。反正能吃啊，但是低于我的预期，个人是不推荐啊，没有鲅鱼好歹啊，大家就不要尝试了。好了，完了，这期咱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